祝后任。哇，祝后任大哥是第一次，今年第一座十大最受欢迎的奖项，恭喜后任大哥，现场全部站起来替他喝彩，替他掌声。入围这么多年，这是他第一次拿到这个奖项。我们男艺人全部都下台来搀扶着大哥，恭喜后任大哥。感谢上帝，今年肯定是建国一代年啊！我64岁了，还能够拿多几年呢？孩子，接下来那9座你要帮我拿，谢谢大家。太好了。